大家好，我是 CityBan， 今天呢我那些鱼呢我现在会帮它换水的。这些东西啊，依然是这么特的水啊。那我呢，你知不知道我的换水方法是什么呢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是我们看我做就可以了。这周水呢我不想拿，因为很重，所以我就拿这个东西。我今天拎完了，其实两个都是咁重的。拎完不是一个地方，是但系咁就我拎完了。咁我就要攞一个兜啦，咁啱啱喂红虫个兜啦，系啦，咁就要换水嘅。咁呢度咧啲水咧就太多，所以我滗走佢先，滗走少少。原來這個方法很慢，但我會照做。咁我都講咗啦，我以後唔會再拍呢啲換水啊、紅蟲啊呢啲嘢，除非有特別事件啦。因為日日都係差唔多嘅啫，除咗特別事件。我咁咁樣嘅水就夠噶啦，但係咁樣啦，咁深度啦，咁樣啦。咁我再攞呢個兜，首先滗咗啲魚過去嗰邊先。盡量呢就不要有那麼多水，只有得點魚咁樣啫，那裡的水就會很糟的。不斷一條，等我自己游入來可能會好一點，是不行的。倒了一些水先，倒了一條魚添，好難啊，發現工作真的是不好的。這個鏡頭真的很重啊，這次鏡頭不好啊。不到的，是不是我撈魚技術不太好呢？哇，好多魚啊。咦，这里有一条小鱼和大鱼。哇哇，这鱼你好舒服啊，这里很干净啊。那我都是重复了很多次的这个动作，全部都是这样滗的了。哇，好辛苦啊。咁我一阵滗完啲鱼，我仲要去摆埋啲石头过去嘅，系啦。争少少足够添，系啦。捞唔到，咁蠢嘅哦。那條魚是不是有病的，那麼short的。我妹在這裡，她說喂不穿衣服的，不拍你了。你就筆吧。妹妹你不是吃飯嗎？吃完了。這麼快？我妹說她用了15分鐘就吃完了，她平時用一個小時。不止60分鐘了。我想吃鱼，但冇得吃鱼，因为妈妈唔切俾我，妈妈肚痛。妈妈好死。我继续睇埋佢先。系啊，食饭都睇咩电视啊？你真系觉得我妹咁快食完饭咩？你可以喺下面留言噶，其实。
哇！大魚啊，畢到條。咦？呢個魚個肚咁脹嘅，睇唔到啊？睇唔到啊？可能睇唔到，但係真係好脹。我發現啲魚背面咧係有少少五角形、五角形咁樣嘅 pattern 嘅。我唔知係咪佢 DNA 咁樣嘅啦，我都唔熟悉嘅。真的很難畢的，因為時間關係呢，我已經將啲魚畢曬㗎啦，剩翻啲石頭仲未畢嘅，咁啲魚去曬呢度啦，咁樣 ，hello， 嚇，咁我就會檢查喺度冇仲有冇魚啦，咁你都幫手我檢查啦，咁樣有冇咧？係我頭先唔記得數我有幾多條添，唔緊要啦。應該沒有的，那我就現在，還有石頭不要洗，因為可能那些魚的鱗會在裡面的，那我現在拿那些石頭放回去，但又不要砸傷他們，他們很痛，那就慢慢這樣放下去吧，平均咁樣放，就千祈唔好咁快啊！同埋如果見到佢死魚嘅話咧，就要即刻即刻就撈起佢，跟住抌咗佢咁啦。三嚿啊！剩翻一嚿。碌喺度。OK， 咁我哋已經係抹隻手先。咁而家就倒咗依盆污糟水，就去。再check下睇下係咪真係冇曬魚先？應該真係冇曬魚㗎，冇魚㗎啦，應該咁就躲喺呢個廁所啦。